放满20倍，对，放满20倍，你明白了，扣上了吧，扣上了，这次明白了吧？在手里，在哪里？肯定是在手里的，哪有？哎呀，这不在碗里吗？但是一摸就有了，对不对？你这口上它就没有，这就是签书法，我跟你说书法方法。嗯，哎，你看呢？刚才就在你眼前夹过来了，怎么回来的？就在手里头啊！你没回，你没注意。对，其实怎么回来的？你注意看好了，再给你慢放，哎，看了吗？对的，只有慢放你才能看明白，不慢放你直接看不明白。很简单，但是你练出个功夫来，真要捣起鬼来，你看了吗？给你交代的很明白啊。嗯，这是一个，在左手扣上，扔过去，你看有球就掉了。嗯，球就摁在左手里，走，这不就过来了？嗯，你扣完这俩，哎，扔过去，过来，咕噜咕噜咕噜，这个可以有，这个真没了。哎，就是说看明白了吗？没有，看不出来，这个是看出来，人还问啥？这个是，然后你再收。抖音。